世界上谁最会穿衣服呢？杂志《浮华世界》评选出2014国际最佳衣着名单。今年奥斯卡影后凯特·布兰奇和最佳女配角露皮塔·尼永欧都榜上有名。还有哪些巨星穿得漂漂亮亮也榜上有名呢？一起来看看。一身肉色连衣长裙点缀着银色亮片，衬托出凯特·布兰奇高贵典雅的气质。露皮塔·尼永欧身穿一身得体的浅蓝色深 V Prada 长裙，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。在好莱坞红毯上，除了比演技，还要比穿着。今年荣获奥斯卡奖的凯特·布兰奇和露皮塔·尼永欧锦上添花，又入围了国际最佳衣着奖的榜单。其他入榜的人还有饰演福尔摩斯一炮而红的班奈迪克·康伯拜区，哈利波特主演艾玛·华森、米尔·哈里斯，歌手菲瑞·威廉斯，而连续四年稳居榜单的剑桥公爵夫人凯特·米道尔顿，则被时装设计师兼香奈的创意总监卡尔·拉格培选中，获得最高荣誉，成为杂志评选的最佳衣着名人堂成员。